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视频是15瓦玩这个2077的一个教学视频了。我这个游戏是1.23 版本的最新版本的一个2077的一个游戏，然后显卡驱动是9677，反正也是最新的一个显卡驱动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先看一下这个 GPU 使用率啊。这个软件好像刚刚那个视频能看的 FPS 现在看不了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看这个 GPU 使用率，它现在是基本上100%一个状态，我们这边帧率是30几啊，然后我们前面开的这个动态比率是70啊，70的话是几乎看不出一个模糊的一个感觉的，然后我试了一下60是有一点模糊的，然后这边现在是性能稍微超过了一点点啊，但是有时候又会有点掉帧，现在35，待会儿可能出去对27左右，那就说明我们只要略微降低一点点它的动态范围就可以了啊。我们找这个阴井盖位置作为一个基准位置啊，这个阴井盖，你们觉得这个优化没用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站这个阴井盖位置，然后任务状态是这个人还在吃面啊，这个朋友在吃面这个状态，然后视角中心看这个电线杆，差不多就这个位置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这个系统是经过优化的啊，正常你如果你不用这个优化系统或者优化方法的话，是完全到不了这个帧数的啊。我们这边设置一个目标帧数为30，最小分辨率为60，然后最大是70，让它有一个小幅的波动，然后把垂直动户打开。开到这个30啊，然后应用，好，关闭，好，然后帧数现在就30了，然后 GPU 占有率就下来了，并不是跑到100%状态了。我们现在再走进去跑出来看一看，我这边锁的是15瓦啊，这边帧数不是瓦数不是一直顶这个15瓦了，然后这个主频也是稍微上去点，因为电稍微多了一点嘛，现在帧数就比较稳定了啊，是稳定的一个30帧的状态。它就是你站在这里，它正常情况下就是70的一个动态模糊比，然后跑进去它就可能在瞬间降成60，但是你几乎感觉不出来，因为大幅度动态的话你是感觉不出来的。如果你觉得甚至觉得这个不够的话，可以在设置中把这个动态比继续往上调，得到一个更好的画质，可以调到一个75左右，但其实没太大必要，只会清晰一点点。基本上来说，15瓦的话，75就几乎达到了一个帧数的上限。现在这边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可以玩的状态啊。几乎是怎么折腾都不太会掉帧那个状态。这边车又撞了，这个 bug 还是没有修复。以前这边吃面有车会在这里蹭来蹭去，疯狂的看我这个，哎呦，这个车门还在这里，我的天哪，还是有这个 bug， 这个2077全是 bug。然后这个游戏是原版的啊，没有打过任何补丁。应该是个极优级版本的学习版吧。然后这边应该是比较卡的一个地方，这边随处转一下，帧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啊。然后教程的话，我这边，哎呦，掉帧了，又升上去了，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整合系统，还有。如何优化这个系统的一个单个优化教学，每个都可以单独设置的啊，还是有一点点掉帧的，所以有时候会掉到29到27左右。26，哦，这边掉帧蛮厉害的，走过去看看会不会掉帧。哦，走过去又没事，可能还是有点掉帧，但基本上是可玩的一个状态。基本上是可玩的，不会掉的特别厉害。
就是如果你跑的话，在室内前面，因为长视频是设了个室内的啊，室内的话感觉基本能稳定在五六十帧，但那个是高瓦数啊，低瓦数的话应该四十几帧应该也是有的。如果你锁三十帧的话，室内是肯定不会掉帧的，室外这边人都还是有时候跑得快还是会掉点帧。走过去这个掉帧的地方，走过去就还好，跑过去可能就有点掉帧，它可能在加载这个场景的着色器啊，有可能是别的。然后这边温度的话也是比较低啊，因为现在才个十五瓦的状态，温度也是比较低的，是比较适合游玩那个状态。这边可以稍稍加大这个瓦数，可能跑到一个二十瓦左右，它可能就比较流畅了，或者十八瓦，只要它加个两三瓦，应该它就能一直稳定这个三十，在一个比较能接受的画质范围之下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老铁一键三连啊，这边会持续更新各种优化，觉得没用的话也可以不关注啊，你觉得心中有帧数对吧，一秒一帧可玩，两帧流畅，三帧电竞，那也是没关系的啊。我这边反正会继续研究这个，然后 Win11 的话也在研究，之后会发布一个 Win11 的定制系统。这边如果哪位老铁想寄过一个 PL 过来也是可以的啊， AY 也可以，我反正没有机器，如果有机器的话也可以出个定制优化系统啊。又撞车了，哪撞掉了啊，是那里撞到了啊，也可以出一个定制的优化系统啊给大家。因为这边感觉出教程的话还是不太好啊，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到底怎么弄，还是整合进一个系统里比较好，一步安装就可以了。我那个定制器呢 PL 也可以用，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流畅的，那个系统就电池和驱动设置下就可以了，其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我这车撞的都面目全非的，这个车就是这样的哦，好奇怪，这车双层面包车。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